大家好，我是胡皮胖子啊。最近收了一点小玩意儿啊，就这几枚币。这个呢是一个，也是就这几个都是直接从那个一些朋友那里买的嘛，很多 token 啊，品相呢也都很一般啊。这是一枚宝川当百啊，也不是说多好，但东西还是比较开门的啊。朋友他自己送的裸币送的这个公博。啊，这个币呢，就是它的边道交入口稍微就是说差一点，啊，自口状态还是挺好的，不是很差的。一个宝川当百吧，啊，宝川当百，啊，一个3000多块钱的当百，确实性价比还是可以的。这个是一个书五十里面的一个版别，叫断笔鞋。可以看到这个弦子是断开的，华夏给了个82分，状态也是很不错，状态也还是可以的。一个输二十，输五十的一个就是说，断就是断笔弦嘛，断笔弦，这个币也是比较少的啊，不到3000块钱，2000大几买的一个输五十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最后的一个闪百。散百的一个大样，看56.7毫米啊，58.1克，比散五就是保全员当五十要那个啊少得多。它这是一个大字，就是说大样的版别啊，底张比较的粗糙啊，但是东西还是挺开门的。也是个黄黄亮亮的，性价比不错。对，因为这个东西就4000块钱左右嘛，4000多一点就可以处理，所以说，它的整个价格还是不错的。你可以看到这个币的状态也很可以，这是最近收的一些币啊，都是就是原汁原味，东西呢也比较开门啊，可以看一下，都是比较原汁原味，东西呢也比较开门的币。就玩的比较保守一点啊，我现在行情也不好，收一些这种的价格也相对来说是比较合适的，这是这个礼拜收的3个币，这个呢是我们固定的一个一线发过来的货啊，东西收下来的一些送花，送花，这是一个双龙啊，被双龙的一个护身符一样的钱，对，可以选择佩戴啊，选择佩戴。状态还是蛮不错的，这是一个天启11两，这是一个和五十，两个人状态现在都一样啊，包浆都一样，可以看到啊，这个和五十状态也非常不错啊，和五十的状态，最后还有一个传世的送花啊，这评价比较弱了啊，就不值得一看了。行吧，大概就这些东西是我最近的一个收获，谢谢大家的观看啊。整体的话，就这三枚还是很不错的，这是一个镂空的一个花钱，这个是龙头，这边是龙头啊，在吃东西，还有这边也类似啊，就是一边吃东西一边吃东西，这样子。然后呢，就是这个和五十，和五十也可以的，穿口。状态都还是完美的啊，行，所以说呢，这些是基本盘啊，也就是这三个钱还是挺好看的啊，还是挺好看的，还是这2个啊，就是这些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拜拜了嘞。